老师的班队哦，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套马杆。好，同样的，慧兰老师他在我们海线社大呢教授的是哈达瑜伽与舞蹈，所以呢，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利用伸缩棒哦来做这个瑜伽的动作，搭配的穴道的拍打，来，大家再次掌声欢迎慧兰老师的班队，谢谢。
舞台比较安全一点。